今年是我好不捨得的一年，因为我过去在2010年之后几乎好像淡出了乐坛一样，因为我摆多了很多时间在我广州的一间录音室。有没有人想去参观过的？我们不见了个灯胆，是不是你们偷的？咁廣州同香港一樣，因為經濟嘅發展，因為時代嘅變遷，所以我呢間錄音室咧，將會喺三個月內就會夷為平地，變成一個住宅區域入邊嘅變電站。嚴格嚟講，我只有一張唱片，一張完整嘅專輯係喺我自己嘅呢個錄音室入邊錄嘅，就係、是、Pink Dahlia 呢一張翻唱專輯。我今日見到有啲。其實賣得幾好的，不過不知點解冇乜上過嗰啲唱片銷量榜。我今晚見到一啲年長啲嘅朋友，我諗佢哋可能都係諗住今晚有得聽 Pink Dahlia 啲歌，係有嘅。做完嗰張唱片之後，我本身喺我計劃入邊，我希望我可以喺呢一間錄音室入邊去錄三至五張唱片啦。叫做俾自己依四年幾付出過嘅心血、時間，同埋傷害過嘅人同埋事一個交代。咁但係好無奈，我只能夠錄到一隻碟。咁喺我嘅 song list 入邊，我仲揀咗一扎其他人嘅作品，翻唱作品。我好想好想去錄一張唱片。咁而又好不幸地，今晚嘅呢個演唱會因為牽涉太多間唱片公司，我過往嘅唱片公司嘅版權。所以我們是沒得錄影的，所以大家今晚看完一晚就是一晚的了。所以我特別在演唱會裡面加插了以下的這個環節，就是將我一些曾經在我的 song list 裡面出現過的翻唱作品今晚唱給你們聽，在這裡用這裡我們今晚一萬幾位的觀眾的掌聲和歡呼聲去錄下它，收錄在我下一張的個人唱片裡面，送給你們。
如果我是半张废纸，让我花蝶。如果我是个空罐子，为你铁了心，被你浪费，被你活埋，让你愉快，让我瓦解，为你盛放颓废中那美态，留我做个垃圾，长留恋于你家，从沉溺中结疤再发芽，情爱就似垃圾，残骸虽会腐化，庭院中最后也开满花，被世界遗弃不可怕，喜欢你有时还可怕，无法再做那些牵挂，比不上在你手中火化，不需要完美得可怕，太快乐如何招架，残忍不好吗？被世界遗弃不可怕，喜欢你有时还可怕，没法再做那些牵挂，比不上在你手中火化，不需要完美得可怕，太快乐如何招架，残忍不好吗？灰烬里被彻底消化，我以后全无牵挂，什么都不怕。宁愿滞留在此处，宁要见时间终止，我不会再信未来，我不要再看历史，能梦活才是讽刺，故此不用做傻事，让痛苦轮回千次，将牵那快乐有尽时，曙光全部熄灭，杀掉我影子，我只能独处，背后全没有支柱，什么叫绝望，抬起眼望望，如今我在你面前呈堂，随便收看，灵魂被抽干，残留着躯干，从此与未了缘同存亡，地老天荒，还不够绝望，尚可更绝望，留给我日后用来形容前面境况，能够这样谢谢你帮忙，将仅有愿望都风光敛藏，什么叫绝望，还可恨望望，如今我在你面前呈堂，随便收看，灵魂被抽干，残留着躯干，从此与未了缘同存亡，地老天荒，尚不够绝望，尚可更绝望，留给我日后用来形容前面境况，能够这样谢谢你帮忙，将仅有愿望都疯狂念藏，能够这样全靠你帮忙，将恋爱绝后的标准答案。结果我共你仍然逃不过被围攻。
舍弃，爱得惊天动地，总算运气，无恋半边转与悲，爱可有定理？谈情谁讲理，越无理越凄美，就算飞天遁地，万年千里，亦决定要共你一起。苦恋注定难，我已经习惯，沿途承受不留情的伤难，请给我负担，叫世上人怕，平凡情侣为你共。多謝我哋兩位好出色嘅弦樂手 ，thank you。啱啱嘅
呢一段嘅 Melody 係本身屬於 Pink Dahlia 第二輯嘅歌嚟嘅，因為我出生喺一個好好嘅年代，喺我呢個年代咧，有好多好好聽嘅流行曲，有好多就算過咗十幾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、四十年嘅流行曲，都會一路一路喺我哋嘅心入邊。呢一啲嘅音樂對於我嚟講，承載住好多好多嘅回憶。因為當我聽翻嗰啲歌嘅時候，我會諗翻自己讀緊中學、讀緊書嗰一段，日日擘大眼又唔使做，有人煮埋俾你食嘅日子。當投身社會之後，我揾咗而家嘅呢份工，幾好嘅，收入好唔穩定，飽一餐餓一餐。我最早嘅時候，我喺香港嘅第一間屋係喺紅館，大家望過去嘅呢一個都會軒，嗰年係非典嘅嗰年，我用9000蚊同公司人一半，我出4500，公司出4500，租咗一個300尺嘅單位，好開心，因為喺我個屋企嘅窗入邊，我每一日都望住紅館嘅天花頂。我由嗰陣時同自己講，我話因為我嗰陣時仲係揸單程證啊，雙程證。咁我同自己講咦，我喺呢度做嘢咯喎，生活咯喎，你估我有冇機會可以喺對面呢一嚿黑色嘅嘢嗰度開演唱會啦？我覺得我係好幸運、好幸運嘅一個人。有時咧喺一啲社交網站，我都仲見到有啲網友好中意嗌我做大陸仔嘅。其實我唔係太抗拒呢一個稱呼，因為呢一個係一個地域嘅一個代號，而亦都係呢一個名字而令我覺得我更加要喺度俾心機，希望唔好兩手空空咁樣翻屋企。我好多謝今晚在座嘅每一位觀眾，無論坐喺前面嘅定係坐喺山頂嘅朋友。如果你哋曾經行過街邊啊，喺收音機啊，喺電視度聽到張敬軒唱歌，你哋有為我喝彩過一次嘅話，我好多謝大家。所以其實喺好多我自己喺廣州嘅老鄉嘅眼中，喺佢嘅心目當中，我係一個好命到不得了嘅人，一個死好命嘅人。但喺呢個過程當中，其實我自己都有我自己嘅問題。我係一個好執著嘅人，好多嘢都唔捨得，好多嘢都放唔低，好多好多屬於自己嘅一啲回憶，一啲對於自己嚟講好私密嘅嘢，一路緊緊咁樣捉喺個手入邊。但係當我寫歌嘅時候，我就會將我嘅呢啲感情寫喺入邊。所以希望過咗今晚，大家聽完呢一個演唱會，無論你哋他日生活入邊遇到啲咩困難，都希望張敬軒嘅歌可以陪你哋走過最艱難嘅嗰段時間。
包袱，再跳落大峡谷，烦恼用个大网将你捕捉，还是你拍不开拘束。上山落雨点，没有彩虹。你还在抱着记忆，就似块石头很重。得到同样快乐，彼此亦有沮丧。童话书从成长中。尽灰茫，沉溺繁衍，莫知何苦多改。我快乐到孤独，我缺乏到。
好多謝你哋嘅掌聲啊！可唔可以再聽多一次啊？好多謝，好多謝。我係譚玉英，括弧1982至2014。哎呀，蔡，大家利是啊！好地地一個人，點會咁容易啊？我意思咧係話，1982至2014咧，就係我做兒童節目主持嘅年份。總共都32年啦！哇，你咁後生㗎？哇，咁多咁年青㗎！哎呀，咁等我話過俾你知啦。而一開始嘅時候咧，就係穿梭機先嘅，咁跟住咧就變傳真機，慢慢咧就有 internet 出現啦。然之後就，哎呀，都唔講得咁多啦。誒，放學見啦嚇。唉，跟住仲入埋 ICU 添。由穿梭機變做傳真機，就出現咗我呢個角色啦。係呀，就係阿 T 烏卒卒啦。我是教小朋友英文的，皆因呢我有这个水晶球嘛，只要我 Molly Molly Home 就什么都变得出的了。他们有信我，不過有了 internet 之後呢，小朋友連這個水晶球都不要了。哎呀，閒話休題了，我現在入正題了。其實我今天來就並不是跟大家講教英文的，我是想轉下話題，就是想講下科研。我想今天跟大家講的就是地球歷史上的大滅絕。什麼話？什麼叫大滅絕？不是吧？這樣都不知道。哎呀，即是有很多生物忽然間絕曬種啊！最嚴重的一次咧，就係毀滅了地球95%的生物嘅。係啊，不過你哋唔使驚喎。地球咧經歷了寒武紀、自流紀、侏羅紀、白垩紀、更新紀，一路到而家已經經歷了23次大滅絕，所以我哋好有經驗嘅啦。只不過，好似冇人可以肯定究竟大滅絕嘅真正原因。有人估計係隕石撞擊，亦都有人話係火山大爆發啦。更加有人估海洋缺氧喎。不過始終都冇人可以肯定。但有一點係可以肯定，就是生物並沒有因為大滅絕而停止，反而還不斷進化。天小朋友，你呢？你的生命經歷了幾多次大滅絕？叮噹可否不要老，伴我长高，星矢可否不要老，伴我征讨，孩子即使早知真相那味道，却想完美到去违抗定数，偶像全部也不倒，爸妈以后也安好，最好我在意的任何面容都不会老。为何在游荡里，在游玩里，突然变老去，谈好事情可以兑现时，你又已安睡，祈求救
人万岁，旧情万岁，别随便老去。时光这个坏人，偏却决绝如许，停留耐些也不许。我成日咧都喺度谂，地球剩翻最后一条恐龙嘅时候，佢喺度谂乜嘅咧？突然间所有嘅嘢都灭绝，唔系好得人惊。况且跟住灭绝嘅系你自己。如果我系嗰条恐龙，我唔惊，因为惊系好辛苦嘅。走咪走咯，我唔走，地球嘅新生命、新阶段又点会嚟啫？咁就真系名副其实，阻住个地球转啊！放手的，只有张开双手，你才可以掌握到更重要的东西，就是你的未来了。小朋友，过去的就放低了，孭着这么多点飞啊？芳芳可否不要老，才令风骚？家家可否不要老，令创新高？人生仿佛忽忽走到这段路，也只能靠你去提我未老。怎么以后碰不到那些已白发的就如在无声的控诉，如何再由荡女再由伴侣突然变老去，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，祈求旧人万岁，旧情万岁，别随便老去。时光这个坏人，偏却冷漠如许，仍留耐些也不许。为何再由荡女，再由伴侣，突然变老去？是正常的，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，祈求你记得我咪得了，祈求旧人万岁，旧情万岁，别随便老去。时光这个坏人，偏却冷酷如许，离场慢些也不许。小朋友，我走啦，个世界交俾你，唔好挂住我啦，保重。